没有像这样子。就生气，嗯，有很多要很多话要讲。好，你先说。真的要讲吗？要。我讲的都很大条哦。不要拍。对啊，我们是反对党的，所以我讲的都讲了。首先，为了流行音乐，我把这个屋子给拆了。因为我大概观察了一下呢，都还没有开始正式启用，就已经开始渗水了。这是全世界最奇怪的动线的地方。我刚刚车子停好之后，找这个地方找了半个钟头。还好，我们没有先把主攻歌给唱了，啊，不然客人就会要求退票。哎 ，uncle 都鬼了 ，uncle uncle， 我相信你们等一下要回去也要花很多时间。对，这个地方有公车搭吗？要走一段路。怎么来的？捷运。其实要走很久吧。10分，5到10分钟。OK， 反正，对了。生命自有出路，宇宙不一定会有尽头。其实我是来混啤酒喝的。来，很兴奋的，那个吉他随便拿出来弹一弹，不用接了。对了，我觉得也许是你刚刚前面请的客人的来宾也有点问题。那名人就不说暗话了。你说就好了。就想说，律师就律师，就好好去干律师，还跟我们抢饭吃。抢饭吃不打紧，把女儿都带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演出了，都快混不下去了？对啊，明天好像还有个演出，老天爷好像又不太开心。来，来吧，进菜啦！这房子反正要拆了。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我要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睡在草原上的风，只想轻轻听你呼吸，紧紧拥抱你到天明。说话的模样，
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加起来200多岁的那种卡拉 OK 店，他那时候又迷迷，然后就去瞎混，你知道吗？装醉，还有就白喝酒这样子，就每次碰到那种台风天，你不觉得台风天的那种空气中的那个离子跟那个氧气的那个成分其实完全不太一样，光影也不一样。所以台风天其实是特让人兴奋的日子，连植物都欣欣向荣。哦，干嘛干嘛 ，ready ready。就是，其实台风天大家都不自觉的在嗨。那我刚刚看你们，可能是因为律师在场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有一点点尴尬，是不是？是不是？还是因为你的客人一向都很。你懂得，很容易去交结巴。我刚在后面，我跟范爷一直在聊这个问题。
你那是什么婚姻啊？哪开不提哪开。跟猪睡觉什么感觉？哎呀，要笑就笑一笑，笑用力点好不好？其实那个律师的歌句句真言，因为他一直在提醒他的女儿说：“你困，都唔通困一只猪。”哈，我怕韩国。他没有还我，怕屁事，我只要有主持费跟演出费就算了，车钱什么都算了，我想了很久才光那么大一包，我说欠你的还不少，我叫你来当特别来宾，然后该当我变成范爷，两个人当你的义工。你知道为了踢铁花村这一场，光罚单就3000-4000块钱，车子开得飞快，还有李胜的钱，我刚刚才给他的。我们住不起你们那种，你知道吗？我们住了一天多少钱，你知道吗？那个是豪华饭店啊，大概0.5颗星，旅行家，名字取得很好，一天750块。还有早餐，早餐挂在门口，用塑胶袋，还没有吸管。安妮在，好吧，好吧。哇，这又想吃了。现在吃的太奇怪了。还有歌哦。你都讲那么多话了。那个 happy ending 吗？都欠你钱了。那我要唱 Tommy。好。对。我的 girl， 我的。